胖胖虎，贝贝跟嗨，朋友们，这里是鲨鱼宝宝医院。如果你生病了，我们会让你恢复健康。哦，医生，请帮帮我们！啊，是可怕的万圣节怪物，真是令人害怕。但让我们勇敢一点，一起来为他们治疗吧。第一位病人，吸血鬼，请进来。你哪里受伤了？请告诉我。有个硬东西让我牙齿断了。哎呦，好痛啊！看起来是你的尖牙断了。我无法咬东西，非常的痛。请治疗我，这样我就能再吸血了。血，我马上就帮你治疗。我要拍张 X 光片，看看你的尖牙断了多少。准备喽！哦不，你的尖牙完全断了，这样留着很危险。朋友们，我们快把断了的尖牙拔掉吧。哦哦，拔掉了。最后我会为你装上新的尖牙。我是可怕的吸血鬼，所以我需要尖尖的牙齿。哦，哇，你的新尖牙看起来真棒。吸血鬼，嘟噜噜嘟噜，现在有嘟噜噜嘟噜新尖牙，嘟噜噜嘟噜，治疗完成。医生、护士，你们要不要和我一起喝一杯热血？我们不用了。你哪里受伤了？请告诉我。我跳舞跳得太多了。哎呀，好奇怪。咔嚓，你的骨头变脆弱了。我真的想跳舞，请帮帮我。哦不，有紧急情况，我们需要赶快去治疗室。现在让我们把骨头一个一个放回原位。这个看起来像鸟笼，没错，这是肋骨。这个圆的看起来像髋骨。对了，耶，头部也是，做得好。接下来我们来配对角。医生，你是不是弄错了？啊，你吓到我了！这不是脚，这是手，我搞错了。手应该放在手臂末端。如果我把这个放在脚上，完成了。咔咔，骨头又动起来了。骷髅嘟噜噜嘟噜，现在你嘟噜噜嘟噜强壮了，嘟噜噜嘟噜，治疗完成。哇哦，现在你又能再一次开心的跳舞了。呜呼，谢谢你。下一位病人，哦，狼人。你哪里受伤了？请告诉我。我的头撞到一个
根尖尖的树枝。哎呀，好痛！哦。看起来你的头上有伤口。好痛好痛，你能帮帮我吗？哦。哦，请冷静一点，一定很痛吧？我们快点治疗它吧。我们要先清理蜘蛛网。你一定感觉很痛吧？我会清理你的伤口，不让情况变得更糟。这会有点刺痛。哦，擦好了。我想你需要缝四针。等待一下，治疗很快就会结束的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哟，针缝得很好。现在我要贴上 OK 绷。我们帮伤口贴上 OK 绷。治疗完成，你做得很好，蓝人先生。狼人，嘟噜噜嘟噜，现在你嘟噜噜嘟噜不痛了，嘟噜噜嘟噜，治疗完成。非常感谢你。不客气。受伤了，请告诉我。魔法药水喷到了我的脸上。哇哦，好痛啊！你脸上长了好多痘痘，刺刺的，痛痛的，请帮帮我。哎呀，好痛！再忍耐一下，我马上检查你的伤口。朋友们，让我们挤出这颗痘痘。首先用尖尖的东西戳一下，戳好了。接下来我们再挤出痘痘里的毒药水。一、二，全部弄好了。现在让我们擦点药膏，这样就不会留下疤痕了。嗯，啊，哇，你的脸恢复干净了。女巫，嘟噜噜嘟噜，你的脸嘟噜噜嘟噜干净了，嘟噜噜嘟噜，治疗完成。哈哈哈哈，非常感谢你。我要送你一份礼物，跳！这是我宝贝的蝙蝠眼球，谢谢你。我要走了。大家回家要小心哦。非常非常感谢你们。今天真是有意义的一天，都怪了你们，朋友们。下次再一起帮助生病的朋友们吧，拜拜！嗨，朋友们，使用拼缝 Plus 一起享用各种游戏活动吧！